各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十三句，凡人有过，大则多己，小则多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这个两句是鬼神鉴察这一段的总结。昨天说到灶神，于敬义居士与灶神记，灶神给他说的几句话很值得我们警惕。他所犯的毛病也正是我们现前自己所犯的毛病，自己犯的毛病自己确实不知道，总以为自己所想所说的所做的都是对的，别人都是不对的。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啊！这在佛法里面就是迷惑颠倒啊。佛经上说到严重的地方，一禅体，这个就是一禅体人。一禅体是梵语，意思是没有善根的，佛菩萨都不能救他，他不知道回头，不知道救。那么这种原因要怎么样消除？我们冷静地去思维，依旧还是要读书，不读圣贤书怎么可能救你？说实在的话，就像泥坑一样，愈陷愈深的，不容易出来。读圣贤书，天天亲近圣贤，长久熏习，慢慢就会觉悟。这是中国自古以来，老人为什么教小孩要念圣贤书？要读佛经，道理在此地。于敬义能够回头，还是过去读古书的底子厚啊！今人跟他说这些话，他为什么不能回头？他没有这个底子。这是我们深深的觉悟到的。灶神说他，你的义卧太重了，专务虚名。说的话很多，那都不必讲了，这两句话是重点。你所行的善做的很多都不是真的，沽名钓誉。所以他说天地鬼神呢，天天在检查了，天天在看着你啊。那么你在鬼神面前的祷告好像也很恳切，
也有那么一点诚意，可是你处事待人接物与你在天神祷告并不相应的，天神慈悲，中国过去这一般念书人都相信有玉皇大帝，这是其他宗教里面讲的上帝。他说上帝命令这些监察世间善恶的鬼神到这来看你，看你多少年来没有做一桩真正的善事，你所做的善事是附和别人的，换句话说，别人不做了，你绝不会主动去做。看你在私居独处的时候，看到你的贪念、淫念、嫉妒念、偏激念，高级卑人念，这个高级就是自己很高啊，瞧不起别人呢、一往起来念，想过去，希望将来，恩仇报复念，你这些妄想杂念太多太多了，说不尽呐。这个都是义务，这种义务固结在你心中，天地鬼神已经记录在档案里面很多很多了，你逃祸且不暇了，你到哪里去求福啊？这个几句话了说了之后啊，于金义这才是当头一棒啊，把他打醒了。他跪在灶神面前，灶神是事先一个人身的啊，他说你一定是神仙啊，你对我知道这么清楚。求他帮助，求他救援啊！他还有一念这个心。现在人听到这个，绝不理会呀、也不会相信的、你迷信啊！自己以为呀、头脑是个科学头脑，世间人所不及，他怎么能接受？现在人改过难，太难太难。他有一念悔改之心，灶神来帮助他，叫他从今而后，凡是贪念、淫念、客气念、妄想杂念，一开把他收拾得干干净净。前天你们听到乌镇司报告他弟弟往生，他的修行过程没讲清楚，昨天补出来了，我还没听啊。可是他的父母告诉我，他在修行过程当中一天难得说两三句话，家人给他打招呼说话他都拒绝，不要跟我说话。用心专到这种程度，这就是他往生的秘诀。他心定了，他万缘真的放下了。弥陀经上讲的
时间比这个更短了。你们大家能念得很熟啊，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有没有七天念佛成功的呢？有啊，净土圣贤录上有记载啊，往生传上也有记载啊。真肯回头，彻底放下，这个人就能成就啊。所以这个法门殊胜到极处。我常常劝诸位同学们，我们修行，第一要存好心，心里面纯善无恶，恶念、恶事、恶人都不可以放在心上，专门看别人的善处，专门看别人的好处，我们这一生呢，就生活在纯善无恶的环境当中。不要说其他的成就了，你的心情多么愉快呢？多快乐呢？每一天想别人的坏处，记别人的冤仇，你这一生呢，生活在极恶劣的环境里面，你活得好痛苦啊，活得好辛苦啊。那么由此可知，苦乐都在自己一念之间啊，不是别人加给你的，是你自己那个念头转变出来的。懂得这个道理，为什么不把念头转成佛念？念念念阿弥陀佛，念念念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我们虽然没有到极乐世界去，现前就生活在极乐世界了吧？现前我们这个心情是生活在极乐世界。寿命终了，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所以万缘要放下了。庞居士教人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事。无事不是说我们什么事都不做了，那你又把意思做会错了。什么事情都照做，心里头绝对没有牵挂。无事是讲心无事，不是说身无事。身没有妨碍。华严山讲的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呀。什么东西是障碍呢？心里头念头是障碍。所以你看看于金义在传记里面说到他言也善，行也善，义不善啊。所以那个行善这个言善呢，都不生效了，都变成虚伪的了，假的，不是真的。如果是心善意善呢，那是真善，这个是善恶的根源啊。造成勉励他，先要存好心，存一个纯善之心，然后随分随离去做好事，你力量能做得到的尽量去做，做的时候要做得干干净净，绝不求果报，
为了果报去行善，你的意已经不善。为什么呢？有条件的，无条件的善是真善，不求果报的那个善行，果报最殊胜。不求名，不求利呀，什么都不求，全心全力的帮助别人，能够舍己为人，事情不管是难易，不管是大小，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的去做。真正力量做不到的，做不到的，我们要有这个好心。所谓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这一念心就有感应，这一念心果然真纯，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来帮助你。换一句话说，增加你的力量。使你的愿心呢能够圆满。你不是为自己，你是为众生吗？你是为佛法吗？今天在新加坡，诸位亲眼看到的，李牧原居士不是一个有力量的人啊。他有个诚意呀，有真诚的心愿，为佛法久住世间，为众生真实利益，所以感得诸佛菩萨帮助他。没有力量啊，也能埋怨，也能把这个事情做成。这个不是我们空口在这说白话了。这是一般宗教里面讲的见证啊，佛法里面讲的做证转啊，证明摆在面前啊。我们读经，我们闻法，我们看到这些事实，这还能不相信吗？还能不觉悟吗？我们晓得我们自己过去生中没修福，这一生当中不知道惜福，不知道修福而在糟蹋福报啊！可是目前我们这个生活还能过得去，诸佛菩萨慈悲还常常给我们示警啊，来示现警惕我们，来实现勉励我们，我们从这个地方要增长信心的。有一些护法菩萨，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啊，来跟我说。送土地给我，送房子给我，送钱给我，这都是诸佛菩萨加持的。我可以接受啊，但是接受了有什么用处呢？觉得没用啊。于是我都谢绝了。这个里头有个什么讯息呢？你们诸位能不能觉察到呢？有一个强烈的讯息，
只要我们需要，助缘呢立刻就现前。这是提供我们强烈的一个讯息啊！今天我们真的有300人、500人真正修行啊，一个大道场立刻就现前啊，几百人住的地方、几千人住的地方，不要操一点心呐、啊。这些讯息来说，告诉我们这段事情啊，我们要不辜负佛菩萨，要不辜负这些护法的长者们，就要加功用恨呐、啊，认真努力啊。啊，发心要帮助我们人，都是诚心诚意，不是虚伪的。啊，我们还要祈求什么福报？没有必要了。我们一心一意为佛菩萨工作，为一切众生服务，你只要坚持这个理念啊，认真努力去做这桩事情，决定不自欺，不欺人啊，一切助缘自然成就。那真是像于金义回过头来之后啊，他能够依教奉行啊，他深深了解因果报应的道理与事实，所以动则万善相随啊，静则一念不生啊。这个两句话要紧啊，他能够改变他的命运，就是这两句话。动，起心动念，为众生，为佛法，为自己一念不生啊！老实念佛。他活到88岁，生了4个儿子，死了3个，有一个从小就不见了，从他行善之后，这个儿子说不期而遇，又找到了。这个小孩，他的小儿子是小的时候就玩啊，上人家船上，结果船开走了以后就被人家当作人口卖掉了还算不错被一个太监买去了这个太监也非常之好太监没儿子嘛，买了几个小孩当作自己儿子将来养儿防老嘛以后于金义就做了官功名也成就了这行善积德把这个业报整个转过来了就拜见了这个老太监，老太监叫这其他他收养的这几个年轻人跟他见面他一见面看到他这个看到他儿子面貌很像但是很多年没见面了，就问他的名字你是哪里人，这个小孩就说出来他马上就流眼泪了，他说你轿底下是不是有2个痣，脱下来一看果然没错，真的是他儿子，所以这个太监就把这小孩送给他了。
以后也读书也成名了。啊，他这个小孩，也生了不少小孩，儿孙满堂啊。善有善报嘛，啊，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于今亦欲造神迹，我曾经详细讲解过，啊，好像有录音带。啊，所以在结论里面，这个人的过失大小轻重都有鬼神在做记录，都有档案呢，啊。哎，注意要晓得，阎罗王那里有我们详细的档案，四王天那里也有我们详细档案，忉利天那个地方也有详细档案，这真的不是假的，啊，绝不是吓人的。我们起心动念呢，啊，都在档案里头啊，你往哪里逃啊？你逃不掉的，啊。所以从前念书人相信这些事情，起心动念呢，他会受练的，啊。现在人真的是迷惑颠倒，胡作妄为，啊，不知道果报的恐怖啊，不知道起心动念之可怕啊。大的窝多吉，多吉是减寿啊，这个吉是12年，你寿命减少12岁啊。可是你修善积德啊，增吉，增一吉就是你的寿命增加12岁，增2级那就增加24岁。这个我们在古书里头常常看到的，啊，小窝则多算，啊，算也是减损你的福报，啊，减损你的寿命。从这一段话里面，我们就晓得，一个人一生、一身、一心、一家、一个地区，都有天地鬼神呢围绕在我们的周边。古圣先贤诸佛菩萨无非是教我们断恶修善，尤其是慎独，啊，都是自己一个人相处的时候，啊，人多啊，顾到面子，啊，总是要装模作样啊，没有人的时候原形毕露啊，这是最可怕的，能够独居一时，也没有一丝毫欺皇之心，没有一丝毫不善之念，这个修行才有根基，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